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庆，今天要来教大家一个这把霸雷枪天珠的一个鸡巴玩法，嘿，教你如何变成一个鸡巴狼。那我们就直接找房间开始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到了一房，算是感觉看起来还蛮和平的房间啊，因为他们武器刚刚看到一把猎魂枪，嘉玲的猎魂枪，然后现在一把战力加农炮，然后再来还有一把嘉玲的战弩，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比较。算是新手吧，不然基本上老手的话，基本上应该都要有一把加六了，我猜啦。总之这房看起来是还蛮和平的，我进来感觉就像是在破坏平衡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有点啊，算了。哎呦，看到有胖子，先射一发再说，再射一发，屌射，没射到，没有关系。干，等一下，我刚刚是不是说错话了？奇怪，刚刚看的时候明明就没有这些 OP 武器啊，怎么现在突然又有了？他是刚刚跟我进来的，我操，怎么会这样？那安呢？来来来，屌射，屌射，这样我就不能好好的测试，不能给你们看看 G 八狼 G 八玩法啊！我觉得他要往生了，他应该要死了，差不多了，拜拜。还没死哦，再来一发，长枪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戳戳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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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哦，屌射屌射屌射，应该待会他会从后面会哪里来？他被爆头了是吗？那我就可以尽力的插他了，全力插他，发现傻瓜，全力插他。来来来，找胖子，市场发现敌人，看来是在反恐小组那边啊，直接搞一波。哎呦，这个人真的是电枪，电枪真的是很多人有啊。胖子嘞，胖子啊，中间啊，还想跑？他把他插走了。哎呦！别下，对，就是这样，灭掉吧，兄弟们，灭掉，灭掉就对了，对，就是这么的，怎么 GG 了？不是，你这样会，错赛，再见。太恐怖了，这个，来来来，我们的 G 八狼模式启动，G 八，看到没？电一下，电一下，电一下的，僵尸完全没有办法。电一下，电一下，电一下的，我跟你讲，超爽。这种就是非常简单，然后又会让人家恼羞的一个玩法哦，就是一直点，一直点，一直点，不管怎样，就是点就对了，就是一直这样点点点点，然后又可以耗很久。屌射！还想飞啊？没关系，我等这个回合前的秒数结束，我再去搞你。先搞 ，nice， 一个远距离射，真的是很准。射，呵，幸好刚刚躲过一劫。来开电，用我们的 G 八狼打法，这样电就对了，这样电就无敌了。这样电就很逆天了，好不好？单点还可以爆头的啦。来来来，喷射，电，就是这么的 easy， 这么的轻松，能量波。来来来，电电，干你脸！不是吧？这个人怎么可以偷我菊花哦？到底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？还剩一个人啊，把他找出来啊，兄弟！剩一个人了、啊，
怎么消失了？应该躲在山内部吧，或是是吗？躲果冻吗？还是躲在一些……没人，还是这边？听到声音了，走开！我看到他了，Colin， 帮 QQ， 靠腰。没事没事，这个难免的难免的，这操作失误难免的。哟，身边的人都不能相信了，不能随意相信身旁的人了。哎呦，爆头一个 ，nice。哎呦，看来是第二颗头 ，nice。接下来是第三颗头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就要连续点。这个开场前的这个，我已经啊，紧张已经啊。屌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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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呦，害我还多开了一个疾炮！靠！怎么突然觉得有点尴尬，小尴尬？对，拜拜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去找僵尸搞一下哦，看有没有僵尸要跟我们玩电电电的。呵呵，来来来，电电热。发现了。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，真的就是你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就是你了。别担心，我们不会对你做任何事情。就是你了，自己送肉啊。这个就有点尴尬了。屌电，这个插，这个可以插。后面还是哪里？先稍微看一下哦，有点危险了，不太敢过去。一直按着电好了，没事。哦，发现了，发现了，发现了！屌电，屌电！可恶啊！有了！电电电电电。有了，什么鬼？电电电，屌电一波，再电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的，破坏你的游戏体验，还有吗？还有没有僵尸要搞的？我这把可是非常牛逼的，怎么好像僵尸都不见了？会不会是在酒窖区或是远端公寓里面？先去看一下，我猜在公寓里面或是反恐。开始反恐，那我要直接插了，远距离长枪精准开六，来哦，来可恶，不行不行，开六。Nice， 赞了！最后一秒有没有？最后一秒还两秒，拿了一颗头，送。好，那我们这把最后一把了，最后一把了。哦，还当了英雄，啊，真是牛逼！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当到英雄。切换一下，我是觉得哦。这种拿极道，拿这个应该可以丢在他身上。我再一颗随便丢好了，反正就随便点，反正待会应该是会走过去的。来哦，屌叉，可恶，差一点。沿路就这样一直电电电电，送了。转向，必杀长枪。没射到，没有关系。他怎么就这样被劈死了？必杀长枪。在这边。屌射。哇，他怎么那么可怜？被钉在角落
直接被我插远远的。电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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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利送，电好利送，电好利送。哎，来了一个圣盾，幸好我刚刚是英雄，要不然我可能就往生了。穿，没事没事，电电电电电电。这个电可以啊，电电电电电好力送，可是感觉都是吃助攻的份啊，没有关系啊，玩得挺爽。哎呦，看来有人来哦，啊掰啦，啊快要尴尬了啊，尴尬了尴尬了，是时候拿出这把圣盾天剑了。哎 ，nice 啊！好了，那我们这集视频呢？对，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。那你们可以在下方就是留言跟我说，你们是如何当一个巨巴狼？哎。